即将来到我们海边的直角弯道，好，他们提前进入加油环节。我们看到了刺客团的炮弹来了，哇丢！好，他们要躲避炮弹了。我们看到狗子一马当先，直接冲进了直角弯道。他能不能躲开这个炮弹的攻击？哇！他过去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选手都躲开了炮弹的袭击。哇！没有人伤亡，没有人中弹，没有。哎呀，刚说完，鹰成为了第一个受伤的选手。我们看到后面还有很多选手要通过这一波埋伏，还有更多的炮弹正在等待他们。2019阵亡，成为第二个被刺客团伏击的选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情况。哇，飞了！高，哇丢，太刺激了，看得我是上头啊，太上头了。哦，前方还有轰炸区，老妖死于轰炸区。虽然躲过了千军万马的刺客团，还是没躲开那个轰炸区的旨意啊，被轰炸区抬走了。